好说吗？想吃薯片。没有人看吧？没有人看镜头吧？那你找。不要让他们发现，千万不要过来哦！还录视频。他刚刚那里抠双眼皮，大家，他叫慢慢提。他刚在里面抠双眼皮，不要让他，不要被他的表面看出去了。他的名字叫慢狗，他很能吃，他很肥，他是一个肥猪。不要被他的表面给迷惑了，他刚在抠双眼皮。他是一个肥猪。告诉他，君君啊，没有，等一下，好疼啊，没有关系了。哎，蜡笔小新，这老屁屁的。哎呀，我对不起佩克。怎么这样也录到？我觉得录像好好看啊！不是合起来吗？怎么又打开了？是吗？是吗？嗯，不是吗？来，好了，录后面的人，站座位好吗？可以了。怎么角度？先农村有两个操作：一、家庭田产承包责任制，释放刺激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吧；第二个呢，就是当农村的这个生产刀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，他这个只是组织他，也没说他是权利和义务呀。你说前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意思，但是后面这个材料他不能说明。你就是硬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从整体上来讲，不管是让他们在赡养学技术、赡养，以及还是说，他其实就是潜在的要对人们介绍。第六章讲狩猎了 ，OK。好，下课。OA 不都是这个反应，所以 A 错。然后的话是要两个方向，对吧？嗯，然后。哈哈，怎么那么扁？我 Hello， 手好短。怎么办？很严。完全看不出。就这样就走呗，这样就录不到，录不到，我就看不见了，倒着看。有钱了，好累，好黑，怎么办？调啊，但是我觉得可以。怎样？这边还有，在哪里？我在录了，还有摄影师给你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放回去。好，我已经在录了。好，放回去再放进去。放进来吧，放进来吧。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手拿着好累，去到教室再给。没有光。很呛啊！哎，照太黑了，照不清。那你拍我。害羞什么？完全在看。给了你一分钟。好，因为我不帮你拿。我们要干杯。是不是快点干杯！哎呀，滚啊！快点干杯！快点干杯！我不用来了。想吃醋了，快点把学生出来。你，怎么改那么多？为什么一路上就变暗啊？
这个可以吧？比较欧式的别墅的。